屏东空军的基地第一后勤指挥部的女厕居然遭人放了针孔来偷拍，这女性士官发现之后赶快报告上级来处理，那么军方也出面灭火，强调这个针孔呢只是刚装的，还没有人被拍到。军营的女厕所里居然被人偷装针孔，这么夸张的事就发生在屏东空军第一后勤指挥部里，有女性士官上厕所时发现面纸盒怎么怪怪的，才揭发这起离谱的事情，搞得现在女士官个个人心惶惶，就怕成为影中人。事情爆发之后，军方立刻清查所有女厕，并且做出澄清，强调没有任何人被拍到。因为刚刚才放，所以没有拍到什么东西。为维护女性同仁安全，本部队已立即于各个重要出入口加装监视器。针孔内所拍摄到的影像档案外界不得而知，就算被拍到也不可能公布，因此到底有没有人受害，只能任凭军方单方面说辞。军方强调一定会依法就办，不过军营里居然出现偷拍的色狼，再度暴露出军纪涣散的严重问题。民视新闻洪明生屏东报道。